Hello， 我是酱，这次呢又来到我们的夺宝时间喽。这次呢，希望可以抽到这个悟空造型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那我就先买这个。OK， 我们来买这个魔法水晶喽。18颗哎，好，买。OK， 我们来一次抽个5颗试试看。哦，3个宝石，1个魔星，然后5个英雄碎片。那么我应该只剩下，应该说总共有3次5抽的，然后分3个，那我就先1个5抽，然后1个1抽，再来是5抽这样子。我先抽一次，哦，哎呀，宝石啊，好，再一个抽5次的，哦，别来乱好不好？哎呀，造型碎片宝石啊，来个抽一次，哦，该死的宝石，好，最后一次啊，试试看，啊，杠龟啊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好啦，看来我们这次跟这个传说水晶没有缘分啊，真的是不太好中奖啊。我看看还剩下我们现在的背包有什么好了。啊，我按错了，应该是按这个吧。好的，我们造型碎片有79个，然后英雄碎片50个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。